看到有人说他一直往旁边看，怀疑是那只雕也在陪他一起的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，真的确实一直往左边偷瞄，然后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，左边有啥一直偷偷看还不好意思的那种，而且感觉他的眼珠是往上看的，明显高过镜头。剧组必备啊，反正就不对劲，而且感觉他这天心情好好的，格外的甜，不会真是拉布拉登雕的时候一起陪同录的吧，反正笑得这么甜肯定不简单，就像那次有哥哥陪着的发布会网，那个波也是忍不住偷瞄，那天孩子巨开心的，开心到踮起小脚脚，甜腻腻。原来哥哥今天不但公开对小风扇表白，他还拿在手里发了图，就是爱情小风扇。